大家看到没？我后面多了个柜子，因为之前不是刷 B 站嘛，然后那个有那个会员10周年购，然后会员购我就买了一些手办，然后一直放在那边堆着在，我想东西都到齐了，我再拆给大家看。然后我去买了一下那个他们这个会员购里面最贵的东西，是《刀剑神域》的铜神拿的一把剑。然后它可以 LED 灯发光，就在我很兴奋的在想象，我把那一把剑拿出来，是不是挥两下，心到气辽斩，然后让后期操作一下，搞得像动漫仿生出来一样。哎，后来付完款后，2020年4月，也许才能给到我。再把评论往下拉，点赞最多的一条，傻子才会买。看节目吧。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仙。自从上次肉装花木兰拯救计划失败后，我痛定思痛，决定转防守为进攻，一改出门劣势的局面，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一条致富的道路。他就是今天的主角，第一针啊，不，搓澡大师达摩。达摩又是一个弱鸡英雄，确实啊，版本达摩的强度的确大不如前。宽广的马路牙子从以往的双向两车道变成双向四车道，中间还不加护栏，这可难坏了街边靠大招搓澡为生的达摩。没了大招，这搓澡师傅岂不是要饿死街头？小伙子，没了大招，达摩还可以搞足疗呀！你看，这不就招了两客人？一进门呐，我就先发制人，一闪接大，施主里面请。谁曾想，这玩意儿号称一毛不拔的铁母鸡，请都请了还想跑，就来兄弟诸葛亮要砸场子。开大二技能拥我而来，人多欺负人少。我见势不妙，掏出搓澡巾，哒哒哒哒一顿乱抽，诸葛亮应声倒下。玩儿闻鸡起舞，想给我脑壳画上一个正字。我反手就要了他2100块笔墨费，玩儿破产而亡。啊，身后还是。一位中美合拍的大明星，不慌吃口药，今日不接客了，施主改日再来吧。我说达摩要搞足疗啊，可以赚大钱，你还以为我在忽悠你？你看这个大明星啊，是怎么被我安排的就完事儿了？这不让我逮到了，教过一技能，你就是我的猴了。我一技能弹指神通，接大招搓澡，再来一套泰式马杀鸡，哒哒哒哒，全套齐活，该收钱了，老板。手刚伸出去，要价2045啊！猴子交出200块现金，直接吓昏过去。小本生意，改不赊账啊。次日，我俩街边相遇，打了个照面，确认眼神，转身反手就是一个1667，加上一个1647，这猴子开心的跳起来了，神经病，再来一个1660，最后送你个小 SPA。猴子昏睡过去，三套服务加上上次的，一共是6819，麻烦大明星务必把账结一下。施主，你没事吧，施主啊？那看到这里啊，你也发现达摩致富的秘诀了。没错，就是秒杀。这装备按一战符和宗师和两把无尽的时候，任何脆皮在达摩面前啊，都像是紫砂一般，秒天秒地秒空气。我们的秒杀流达摩完美脱逃出大招的限制，所有的技能啊，都是为叠出被动和创造秒杀空间而服务的。让脆皮看到两把无尽的搓澡师傅，就有如目睹死神降临一般，不跑就活不过3秒。刚没他刚，打不过，你有办法吗，朋友？我的致富达摩真的是膨胀，在峡谷中只有4个字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态：跪求一死。你看这个黄忠屁股还没坐热，人就驾鹤西去了。削弱英雄有啥用？你要削就直接削弱我吧。开个玩笑，使用这个套路啊，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成长带给我们的变化。因为每多一件装备，我们都会变得更强。抵御这些，暗影战斧，宗师之力，无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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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心就补个名刀，铭文狩猎百川，混搭3个无双。只要我们走到脆皮身旁啊，轻轻平 A 一下叫爸爸，两下就收场。强烈要求官方出一个一拳超人的皮肤，就算奇遇出场也不过如此了吧。好了，本期的搓澡达摩拯救计划，不知各位小妖怪们还满意否？不满意我也没什么办法，这毕竟是我16杀从星耀晋升钻石的劳动成果。对面虞姬手段极其残忍，使用前请自行斟酌。我是上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